哇，这个，哎，这个工厂很像游戏场地，感觉随时都可以出现装备。还放了一个杆，但是我也不会做。滑手用的。哇哦！王一博你好，今天你的八人专属战队将正式组建。选择你的滑手正在赶来的路上。挑战任务如下：连续绕桩五个，一个桩选一个人，两个桩选两个人，三个桩选四个人，四个桩选六个人，五个桩选八个人。现在你有30分钟的时间，是吗？你有8次的奥利动作尝试机会，成功的次数将对应你可选的人数。一只脚踩在板尾，让板保持一头翘起，另一只脚将板头踩落地，并从桥上滑下。经过的滑手人数即为可进入战队的人数。模拟考试一下，我8次大概能成多少次？好，第一次，开始。哦，一次。啊呀！等他们来了，我再教我一些要领的话，没准我就一次性做了8个呢。哎，哇！就是我觉得我跟他相处下，我觉得哎，那应该会蛮好玩的。他给我鞋带那一刻，我答应他，我就知道，嗯，就你了。在那之前，我答应程潇去他战队的团建，后来觉得玩摩托车对我吸引更大一些。果然，你还是选了我。对啊，爱摩托车，耶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Yo，Boss。我要连续绕这个桩，绕到第五个，我才有选八个人的资格。所以我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去选择。但可以教会你，你不就可以多选吗？所以要教会你啊，肯定可以啊。但过去我也只有八个，怎么办？没事，就是来淘汰的。啊？啊？陈潇好看啊，但我喜欢王珞丹一点，我就应该挑战到底。哦，可以可以。差一个 tic tac， 差一个 tic tac， 差一个 tic tac。盗版是吗？盗版我还不会。你现在觉得你的滑板很紧吗？感觉拐弯不了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特别晃啊。我觉得你用我的就可以。结果还不理我，没意思，我选错人了。好，刚才我节目组有跟我任务是8个奥利，做几个选几个人。我先做一下，帮我看一下。臀跳，它技巧其实是靠脚后。手滑板，利用你的前脚去带平这个板子，才会有一个高度。啊！踩下来了，踩稳了，跳多高无所谓，但是感觉已经起来了。开心，哇！好，第一个。哇！好，第二个。哇！这个更好。一个比一个好。第三个。我觉得8次都会成的。对，我也觉得。他前3次跳的都挺稳的，完成前3次，我就觉得，我觉得你很有可能8次都会成功。绝对不行，他绝对有天赋。第四个，这算吧，可以，算离地了，离地了就算了。
各位大神都看着呢。肯定的。前两个会有一点点小紧张，后来发现哎，两个都已经很稳了，然后后来就已经很轻松的去面对这个奥利这个动作。他确实做到了，成了七个，让我们所有人都很惊讶。你当时觉得选对人的？我选七个。我知道他肯定会选我。确定应该会有我吧？我们答应过都爱摩托车，然后对，确定了。刘嘉明，阿迪，耶，就很喜欢你的谈笑力 ，boss。boss 的话，我觉得就是在我们队里能给到一些很多的建议跟想法的人，然后弹跳能力的话就是阿弟，很猛的人的话，我觉得就是刘嘉明跟高群翔，因为他们四个已经稳了一半了，我觉得。要不帮我探讨一下 ？OK， 我们还要选什么样的人会好一点？我先提，我就是俊仔，他会比较圈的，就什么都可以滑。对，是我选的话，我也选俊仔。我就看旁边那些，应该还有机会吧。心里面希望他会选我吧。龙哥、龙仔还有龙仔，俊仔，谢谢。龙仔。哇。然后最后一个其实有点纠结了，他们都告诉我小胖哥应该不错。他选这些其实是一目了然的，因为他就看中的是实力。三支战队为补齐八人阵容，强势开启队员争夺战，他们将面对真正属于勇敢者的挑战。金字塔 drop in， 每支战队派出滑手出战，从80厘米高度开始起跳，金字塔逐层增高，直至到达极限高度3米。每位滑手在每一轮只有一次机会，只有挑战成功，游戏方可继续。战队的最终成绩将决定选人顺序。哇哇哇！哇哇！有我两个人这么高！天哪，我都惊了，这跳水台吧？哇，上楼梯都脚软。好，我要下去了，至少3层楼吧，非常的恐怖，真是巨高巨高，等于就跳楼啊！钢铁直男之组，哟，哇哦，哇，很惊讶，导演你们故意的吧？阿爹，3个你哦，哇，都傻了，你们不能这样，你能站起来吗？看一眼，哎，他会晃哎。好危险啊！高群翔都不敢站了，因为下面是直面，我不敢跳，慌了，没办法。